哼，这在这出，我原来反复的强调高不产低不降。哎，如果打的跳的时候不要崩，啊，要不要崩，那叫崩；打的地的时候要砸，这个砸，那就爆；打的完地了，啪，不收，就要上去。这个总爆和拉爆，记得啊，所谓的拉爆，这就是拉爆。啊，这在这出，这就出的是，这就是拉爆。右手就是中。哎，我打吧，这右手，把我扭中，啊，右手我扭中，那么大背包子啪一中就下去，这是两一定。右中，右手，右中，千万别忘了膝关节，要想打死他，记得，看着，这个这样都盯住他，怎么这儿踢？而且打上他，他往脑袋上踢，打上往肋骨踢，也得一样。